个猫咪有什么用啊？这个猫咪，他十一个了，我会不会打不过了？冲呀！哎，每次我的，哎，每次我的那个谁都死第一个，这是可以干嘛？携带名也是一名法师，我没有法师可以给你携带啊。哎呦，哎，怎么上去了？他是法师吗？他不是刺客吗？龙把你给秒了！最惨的情况发生了。没有打过龙，这不是铁尴尬。我的最大危险没了，被龙打死了。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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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个阿卡丽在这边逛街。兄弟，你别这样好吗？我求你了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逛街啊？哇，这一波我疯了！阿卡丽，你在逛街吗？阿卡丽，这个逼他逛街是很有点难受的哦。在这里逛街是最气的哦。他逛街，他没有打人，他在里面玩。怎么这个样子？怎么能这个样子？你在这里卖我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要是输了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我再也不捡你了，我再也不买你了。你这个逼！我跟你说，你给我看好了，推推推推！你跟我好久玩，听到没有？给你这么多装备是让你过来逛街的吗？嗯，对，你这样打吗？你又在逛街？我想问你在干什么呢？我想问宝贝。能不能办点事啊？给你三件装备，让你决赛圈在这里逛街的吗？真的好笑，气死我了！嘿嘿，刺激啦！六哦，哇，这个人是一个人。格子都装不下了，朋友，你这是人他搞得有点太多了吧？十一个人，而且你十一个人，你为竟然十一个人都打不过龙。不玩了，我要下播了。正好光荣下播。